Yo pienso, nosotros comenzamos gramática se substantivo, este fallo de substantivo, ¿no? ¿Qué es lo que se llama? 大家应该是很清楚了，对吧？大家很清楚了。我上次教过大家，跟大家说过，分享过一个命令式的。其实这个命令式，你要把命令式的记住的话，就跟着它这个命令式走，它的是特殊的或者是普通的，都是可以这么forward的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句子啊，来。 那个Cindy，你给我排一下序好吧？我们是中级班的，中级班的人如果说想要念的，参加中级班的，你们都可以报名啊 ，Bienvenido， 欢迎大家啊！来 ，Cindy， 你排一下序好了。好了，Cindy，Jane，Julia，Anna，Sherry，我不能说话，我旁听。 OK， 那好，静，Judy，Linda，哦，Joanna，旁听，还有其他的可以那个吗？其他的可以念吗？Judy 也旁听哈，OK，Karen 不知道可不可以说？哎，我可以今天。OK， Karen。 哦，哦，Shelly也在，好像啊。Yes， 我在的。对，OK， 好，来，我们来念一下来。OK， me alegro, me alegro de que usted me comprenda. 嗯哼，OK， me alegro。 Alegro, sí. Alegro. Me alegro de que usted me comprenda. Comprenda, ok. Me alegro de que usted me comprenda. Vai, juntos. Juntos. Me alegro de que usted me comprenda. Ok. 然后这里，来，你分析一下句型，先。 如果alegr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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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alegro，alegro de que usted me comprenda， 它的从句是 de que 后面的 usted me comprenda， 您理解我，让我很开心。如果说你这个跟女的男的搭界吗？高兴。 嗯，这个应该没有关系，因为这是动词，不是形容词。没有。Alegro，OK。OK，如果说我把它变成，我很高兴。如果说是另外一种方式，说 feliz 怎么变这个句型？Estoy muy feliz de que usted me comprenda. 什么？这什么？Please。这个。Yeah，这。Please。OK。什么后面什么？后面一样的呀。给。这个有男的女的区别吗？没有。哦，sorry，please是不是名词呀？ 我不明白了，这可能是名词。哦，我们这个来 ，Joy，来，Joy， 你来查一下，你看看，它这个对不对啊？如果说是一个女的，怎么说 ？Please， 好像应该是一样的吧？一样的。 I am happy， 那结尾应该是没有变化，但是它对，没有变化，没有这个后面是没有变化，这个有变化吗？男的女的有变化吗？没有，音性也不变的。
对呀、啊，因为普通阴性不变成例子的都一样的。嗯，来看一下你变不变啊？的例子没有变的，没有变，的例子不变的。嗯 ，OK。OK， 那我就是搞起来了，那我可能搞起来了，我是不是跟你搞起来了？哦，确实是形容词，嗯，对啊，那就是对的。Estoy muy feliz， feliz 是吧 ？OK， OK， 我怎么觉得好像是 feliz？ OK， OK， 好，这是一个，这也可以一种表达方式，两种表达方式啊。OK， 两种表达方式，一个是 me alegro。它是这个是高兴，一个是就是也是高兴的意思。OK， 好，来背。Estamos muy contentos de que ellos vengan a vernos. 嗯哼，要再念一遍吗？这个重音在哪里啊？嗯。哦，这个重音在 bengang 没有 bengang 的啊，没有 bengang 的 bengang， 对，一定要记住 sn 结尾的啊， sn 结尾的 bengang。 OK， 这里也是一个高兴，你看 contentos 又是一个高兴，这是一个高兴、啊、这个有阴阳性的 contentos。 嗯哼，这个有阴阳性，阴阳，对、嗯、这个有 OK。OK， OK， so 对这里啊 ，Bernos， 好，来 ，Say， Shelley， 哦，嗯、，Demo， 给 ellos， 哎，你们在念的时候，我跟你说，一定要注意重音啊，为什么听念成 Demo 啊 ？Demo，Demo，Demo， 是。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啊！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我们已经是中级班了啊，不是初级班啊。OK， 嗯 ，demo que ellos se pierdan en el camino. OK， pierdan， pierdan ellos. OK， ellos.Sí. Temo que ellos se pierden en el camino. Temo que ellos se pierden en el camino. En el camino. En el、uh-huh. camino. Sí. Uh-huh. OK. 这是什么 ？Temo 是什么 ？Temo 担心 que。对吧、嗯哦、他们什么，他们自己要加一个 se， 就是这个反身的啊 se， 然后就是迷路，对吧，迷失了在这个路上面。 OK、嗯、OK gracias OK thank you、嗯、进 OK 慢一点进，麻烦你读的时候你一定要慢一点，你读得很流畅但是一慢了以后你就特别准了、okay? siento mucho que usted no pueda ir con nosotros、mm-hmm, muy bien pueda、okay? 这个 pueda 是哪个动词变来的，能够那个词是吗，对 ir poder sí, poder 对 poder Siento mucho. Siento. Ok. Lai. Aquí. Linda. 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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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sí. Di Arsh. Aquí. Aquí. No, no, no. Aquí, ok. No, y sí. Y sí es francés. Oh, sorry. Sí. vengo para que me lo expliques. Mm-hmm. 对。对。对。OK, 他这个 para. OK. Wait. 要用这个。OK. Para que. Yeah. OK.
来背。Joan. Sí. He avisado a fin de que te prepares. Mm-hmm. 那这里 Joan, 他这里是我通知你们的说的。A fin de que, 对，他这里是 A fin de que, 这个倒我大不大用，不大常用的。A fin de que, 当你准备完了以后，是不是啊？完了以后，然后又用 de prepare, de prepare, 就是对，又是用一个它的反身的反身的，他不是用，就是直接用 do prepare, see? 当你准备好，为你准备好，还是说，好像是为你自己准备好？他这个翻译说以便你做好准备是 prepare, 对。这个是什么自就是 self-reflexive 就是那个自反吗对他这个呢有一点自反但是呢他就你准备好为你自己这个好像不是这样这个应该是在这里是不是说你准备好为你的好像是因为我会通知你以便你做好准备这个我这个 Jan Jan 不知道去哪里了、okay. 你觉得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自反还是说我觉得这个 de preparis 是自反就是我为我自己准备好然后前头是说 de abisare 就是我通知你这个没问题前面没有问题前面没问题、就是、前面没有问题中间 a fin de que 它是一个习可能是一个习惯用法就是为了什么 a fin de que 没有它在这里的话呢就是其实是代表 para que 的意思你知道吧 para que 的意思关键是我们想问的是这个 de prepares 是说自反的是自反啊是自反 prepares base 是吧？所以它是应该是你，所以是 de。但是如果说你要是说一般来说你准备的话，我们不说 de prepares，对吧？就说你 prepares。我这么理解的，这个可以有自反的用法，也可以非自反的用法。你准备做什么事情？那 prepare a se 什么事情？直接跟下去了。但是说你 get ready，它就是 de prepares。就是说他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可能 Joy 就是说他并不是说准备好做一个什么事情他就是你自己就是你这个心情你这个人已经 ready 了就是说我在通知你可能是是我通知你以便你 get ready 他的我的感觉就是他有点就是给你一点时间准备所以他就通知你然后你就可以做准备我觉得应该是他这个人就是说做好准备并不是说他做了准备这个事情我就觉得如果说加个后面加宾语的话就不能用这个 de preparis 对感觉是应该是这样对刚才Jan解释了以后好像提醒我是这么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OK 反正这种用法我觉得是对的相当于准备的事情不写出来比如说我通知你十点半咱们走那你十点开始就开始洗脸刷牙化妆然后穿衣服然后说 get ready 这些事情都不说然后就直接说 prepare 就这个人这个状态准备好并不是说那能不能用 do prepare do prepare那、no, 如果说 do prepares 啊，就是说是等于是，就是准备好，比如说我准备好完成这个事情，比如说我准备好吃完饭，我准备好，termina， 比如说 de prepa prepa
应该是 prepares， terminar， terminar， 比如说啊 terminar， el desayuno， desayuno， 我准备完吃完早餐，你准备吃完早餐以后我通知你。我觉得这个用这个就不能用 de prepare， 就是这个意思。还是自己准备好，自己准备好。对，自己准备好了。是准备什么东西，什么事情？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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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比如你让雨师说，比如说那个，比如说我要告诉你一个很悲伤的事情，对吧？你以备你做好准备，我就这个。在我在通知你，在通知你，嗯嗯，这个意思。Okay, 对 ，ready， 对，感觉 ，OK， 反正我们知道有这个用法了，我们反正也学习了这个用法。Gracias， 姐。De nada， 这是我的理解而已。好了好了 ，Quando 我们上次已经学过了啊 ，Quando 在什么什么时候的时候，我们后面也是用。用它这个引导从句没只没有发生的事情，我们复句是要用虚拟式 ，OK， 没有发生的事情。来来来，我们念一下，来来，后面谁 ？Carrie。哦，嗯 ，Cuando el venga se lo preguntaré。Muy bien， 你看，当他来的时候。我们将问他，还不知道来不来了，对吧 ？OK， 贝。Se lo las dos cuando lleguemos。这个怎么念啊 ？Lleguemos。Serán。OK。Serán las doce. Sí, serán las doce cuando lleguemos. Serán las doce cuando lleguemos. 这里 cuando， 对吧？这个是虚拟的，对吧？这个是什么？这是将来的，对吧？但是一般来说，这个虚拟用法的话，肯定是要跟一个将来的要并在一起。对吧？这里也是将来的将来式 ，OK。好，我们来叫什么？再复习一下我们这个不规则的那个虚拟式的。来，我们每个人来念一下这一段啊。来，后面谁？建开始。来。OK。Decir， 第一个。Decir， no， 来 ，r， decir。Decir， digo， diga， digas， diga， digamos， digáis， diga。不要念了，这个念了麻烦。OK， diga， OK。哎，我们还是一起念吧，我觉得我们一起念一下比较好。来，来，一起来 ，juntos， venir， 来 ，venir。Venga.Hacer.Tener, tengo, tengamos, oír, oigo,
Oiga.Estamos. 好，那个你先说，安娜。就说这里头它有两次出现这个三单是什么意思？那你看那个，它那是什么意思啊？它另外一种它的这个教学的方法呢，它是这么教的，它就是说，它是说这个 bingo， 它是这里是 yo bingo，yo salgo，yo hago。这就是第一人称单数，这个我知道。那中间你看后面这个bonga， 后面又出现一个 bonga， 这为什么又出现两次？这个是 jaw， 这个是 do， 这个是 el， 这个是 nosotros。对对，这个我知道，就是三单的在后面。我的意思是它出现两次。你看那个 vega， 这个是我，这是他，所以我就是这么说。他我跟他都是一样的呀，每个都是一样的。OK。这个都是一样的嘛。OK OK， 哎呀，对，对 ，bonga， 好，一样嘛。对，然后你的话就加 s 就可以了。你加 s， 然后复数是加 n， 对吧？然后这个的话呢，它是跟着它这个前面阿阿莫斯，不是阿莫斯，阿莫斯。OK OK， 嗯 ，OK， 谢谢。别拿的。大家会用，看到他认识就可以了。其实你讲话的时候，不用也没关系。但是用了以后，人家就觉得，哎呀，你这西班牙语好的不行的那种感觉。好，我们这些他，你说还有一些虚拟现在时是完全不规则的。来，我们也念一下，好吧？这个完全不规则的。OK， 来 ，juntos， ser， ser， ser。Yes, s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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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amos, seamos, yes, sean, sean, ir, ir, v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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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yamos, vayamos, va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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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tar, estar.Podamos. Pueden. Puedan. Dormir.
Despierta. Acuesten. 好，来哦，你们看到这个，你看，如果说否定命令式的时候，你看为什么我是就是跟你们说是命令式，你知道吧？否定命令式的时候，它是你看它这个也是用这个虚拟式的。现在时的变位，如果是否定命令时，所以这里是你看它，如果说就我们加一个 no 的话，就 no entres， 哎 ，no salgas ahora， 现在你不要出去 ，no me digas que no lo sabes， 你什么不告诉我 que。你不知道他，你别跟我说不知道他。嗯，不知道。对，就是你不能告诉我，不能不，这个是命令嘛 ？Digas, no me digas. Vayamos. 这个有点，这是命令的，这是命令的。No olvide. 您不要。忘记吃药，我们是用 tomar 啊 ，tomar 也是，这只是吃药。no te muevas， 这个对你不要动。OK， 好，它这个虚拟式还有一个表示这个愿望，但愿怎么样，希望你怎么样。他这里把主句省掉了，所以这个我们学过的就是 que tengas un buen día， 就是但愿你有一个好的一天，也就是 have a nice day， yeah， 如果简单一点的话就是 buen día， buen día， 对， buen día。这个是将来完成时了，好吧，这个虚拟式的大家都清楚了吧，虚拟式的就怎么用你知道一下，然后变位，大概的这个变位，好吧，看看有什么问题吧，关于虚拟式的。他这一节课的话就把整个虚拟式讲完了，因为他上一节课分一部分讲，这一节课又分一部分讲。他的那个否定命令是那个虚拟是一样的对吧？没有，他就是说如果说是命令是用否定的话，你就必须要用虚拟动词变位。是啊，如果说你比如说我说请进来，那怎么说啊，正确的怎么说，请进来，命令是怎么进来？ Entra por favor， 对吧，就是请进来是这个，如果说 no， 我这个时候就变位要把这个 r 改成 a 了 ，entre s， no entres， OK， 就不要进来，也可以加成 por favor， 请不要进来，明白了吧？那个 Shelly， 嗯，明白，就是对，如果说请出去怎么说，现在他说现在这里不要出去，请出去怎么说，
请出去怎么说？萨利的，萨利的怎么变位？对，请出去。萨兰，萨兰。嗯。萨，这个什么？萨盖。对，萨盖。萨嘎，嗯 ，no， 萨嘎。萨利的，他应该是他的。度还是用 stay 啊？也我无所谓了，他你就用你吧，用你。你是萨，因为是萨了，嗯哼，是吧？萨了 ，por favor， 对吧？如果说您呢，您是什么？萨尔嘎，萨尔嘎，萨尔嘎，萨尔嘎 ，por favor，OK、okay?。你看他这里的话，你看这个是命令式，他就是这个用萨了。你看他这里是用的虚拟 no 加了一个 no 就要用虚拟式。对，嗯哼，明白。对 ，OK， 好，明白了啊，这个学一下，了解一下。好，这个语法这边的话，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个陈述将来完成时。其实这个也是，其实这个是容易的，我们只要把那个 haber 叫什么，把这个 haber 变成将来式就可以了，就是 haber 把它变成将来式，然后后面动词的话还是一个分过去分词的形式。你看这个是 haber， 就是哇，这个怎么重掉了？比如说 jo 应该是什么 jo 什么爸Able， 对 ，Able， 应该是 Able 是吧？对，是吧 ？Able， 呀，都就是 Ablas， 它这个 as， 哎，它这个是跟那个我们那个动词变位一样的，对吧 ？Abla 都是 a， 对吧？然后呢 ，Ablemos， 是 Ablemos， 然后这是 Ablan， 对吧？就是这个都是一样的，是 estudiar 的 estudiar， 我们变的时候怎么变啊？变将来时的怎么变啊 ？estudiar 的 estudiando， no 将来时，我说将来时的 estudiando， estudiare， 哦哦，对，我 estudiare 对吧？然后那个 yeah， 那个你呢？度呢？过去什么未完成的什么分那个进行时阿比亚，然后再加分词，它这个只是把这个阿比亚的变成一个将来时，就变成一个另外一个时态了，对吧？这个其实好，很好理解的。comido 就把这个变一下，它就用的时候它是，你看它这个好复杂，用的时候将来时表示在将来某一时候以之前将已经发生的事情，反正你们知道一下吧，你们知道一下。那我们把这两个句子看一下吧，这两个句子看一下。来，谁念一下来？后面是谁啊？我来念吧。来，后面是谁 ？Julia， 好的。嗯。Habremos terminado el trabajo cuando Yegues 实际上你看他这个怎么念、yes. 这个怎么念 get 你就记得这个怎么念就可以了 get OK get 那就这里是什么这里怎么念 Yegues 要念成贵、啊、贵没有这个念法的 OK 你就记得这个怎么念就可以了 get OK Yegues cuántocuánto， yeah， 不要把它cuánto， no， cuánto 连在一起的啊，cuánto，
cuánto 对，好，你看你们看这个地方它是什么？是是当他当当你当你这个是 cuánto， 你看它这里是用了一个什么形式啊？现在你因为是将来 cuánto 引起了将来去，对，它这个将来是cuánto llegues， 本来应该是 llegas， 但是因为是用虚拟的它。对了，你看它这里是用的是什么？用的实际上是用了一个虚拟形式，就是跟我们前面说的一样的一个 cuánto， 不是说 cuánto， 你看它这里有一个 cuánto， cuánto 是什么？在这里，在这里的吧，在前面那个，在这在这这个这个在。由光朵引导的副句里面指没有发生的事情，所以他你看他这里是写的是对，都是没有发生的事情嘛。当你来到的时候、我们将已经把握，肯定是没有发生的事情 对吧、所以他这里用的一个虚拟，然后这里又用一个 habremos terminando 将来完成，你来的时候我们将已经把我刚完，也不知道别扭，也不知道完不完成，是这样一句。OK， 这里这一句来，这一句来，后面谁？Shirley。Mañana a esta hora ya habré llegado a España。Mañana a esta hora ya habré llegado a España. Sí. 大家念一下来。Mañana a esta hora ya habré llegado a España. Muy bien. 好，你看，这里是什么？这里是。我将到达西班牙，我将到达西班牙。明天在这个时候，我已经有他这个明我。如果说要让我翻译的话，Mañana a esta hora ya， 我就不会用这个 habré， ya voy a llegar。Llegar a es， 我这是我将到达。哎，我就用这个了，我不会用这个，我都不知道他这个用的这么复杂。Mañana 已经的意思。对，我们这个就不说了啊。Voy a llegar a España。我将到达 España 了，明天在这个时候，他这个用了 habré llegado。他可能是因为有一个鸭在这里，所以必须要用 habré， 可能是啊。Jen， 对，我也跟你这么理解的，他就因为鸭，所以他说已经发生了，所以将来某个时间点之前已经发生了，所以要用这个什么完成时。我觉得好复杂，是，我觉得 tough， 要让我就要 boy 啊 ，yeah， 我一般都是用 boy 也不用变位，你知道吧，后面动词直接就是原型，否则的话动词变位有时候特殊的什么的麻烦。 OK， 好，最后这一个我们看一下，与陈叔叔将来未完成是一样，从将来也可以表示猜测。 ¿Dónde está Juan? No sé, habrá regresado a casa。叫大概，这个啥意思啊？哦，他说明他可能他已经回到了家。这个我也不我都不知道。如果说我换成我的话 ，no sé， a lo mejor， 他可能 regresa。阿卡萨，
那个 Joanne， 如果说你要是翻译的话，怎么说？怎么回答？嗯、大概是回家了。就是用 regressive， 我也是想说用 regressive， 哦，或者是 volver 可以用 volver。volver 那个不管，我就是说你如果用的话，我就是我不大可能用 abra regressive， 我说 a lo mejor 了，大概 a lo mejor 了。可能或 quizás 也可以哈 ，Yeah， quizás 也可以，对。阿罗梅霍的一般是口语比较多 ，quizás。我会说 ，¿Dónde está Juan？ Quizás está en su casa。Está en su casa 的话，就是表示他在家呀。你不能他问就说，他问的时候就说他在哪里。No sé， no sé， no sé está en。Está en casa， 这个好像还那没有，主要是前面有一个 no say 在那里，就是我不太清楚，然后再给个猜测。对啊、也就是他问的是 está 嘛，回答我也会用 está。No sé, quizás está en su casa。OK， 你说 quizá 对吧？你就说 yes 要说 quizá， 那就因为问的时候他是 está 嘛。我不是问说他去哪里了，我是问他在哪里，所以我就说他在家吧，也许在家吧。嗯，也对。OK， 那这个两个应该是差不多。我就是说我不会用这个 hablar， 你知道吧？就是用 quizá 用 a lo mejor， 我想表达的是这个意思。我们也肯定不会，因为我们还没有学会这个。一会儿你能懂了就行，理论上懂了就行。对，理论上大家理论上知道，你我跟你说，你真的在跟人家说的时候，就是你有时候动词变位你都想不起来，我告诉你，就是你就直接就说了，有时候前面后面那个阴阳性啊变化啊什么的，统一啊什么的，单复数哇讲了就讲了，你知道吧？ OK， 是连英语这么熟了我们都没有用过这种很不是很少，我好像都没用过这个将来完成时。何况这个西语，是是是，好的，那就是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把这语法讲完了，好吧？语法讲完了，然后我们那个我们下节课的话，我们就开始学这个新的课文。这篇课文应该还行的，不难的，这篇课文，但是好像单词还是蛮多的，这个单词，我们今天要不还有十分钟，我们把单词认识一下，好吧？下节课的话就开始那个，我们一起念一下啊，一起来念一下比较好一点。来，从这里开始啊。vocabulario， OK。老师念一句，我们跟着念好吗？要不然一起。OK。accidente。accidente。automobilístico。automobilístico。No, sorry. List. Aquí. 没看到我。OK. Automobilístico. Automobilístico. 这里 auto. Mobile 是移动的汽车。对，然后再一个形容词 ,listico. Listico. Yeah, automobilístico.Automobilístico. Andorra. Reportaje. Permiso. Pedir permiso. Abandonar. Desatar.Tormenta. Relámpago. Impresionante. Trueno. Ensordecedor. Por otra parte.
chaparró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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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cedido de precedido de granizo granizo paninar granizo patin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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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minar dominar vola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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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ocar chocar ¿Cómo念? Choc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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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音在所有这个 h 的重音都在倒数第一个音节啊 chocar chocar inconsciente inconsciente afortunadamente afortunadamente reco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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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emb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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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xil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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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bulancia ambulancia socor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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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í. casa de socorro casa de socorro casa de vi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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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ce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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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cer una escena hacer una escena te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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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gu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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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o meji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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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zquie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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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i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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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ngu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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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portanc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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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vis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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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r fortuna por fortuna por fortuna gr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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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oya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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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az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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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ida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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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ñ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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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cer daño hacer daño hacer daño aturdi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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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ocup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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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é 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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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é qué ta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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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s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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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 ocurrido lo ocurrido lo ocurrido efica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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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agin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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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duc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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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co roco lo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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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deradame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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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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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 todos modo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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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 tod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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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 todos modos
真的好多好多，对，有四个 o 啊，全部是 o 是圆的口音啊，对 ，todos modos， 对 ，todos modos， 对 ，todos modos， 对 ，lección。Lección, lección, lección, desfavor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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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b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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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pet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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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periencia.Experience, experience， 词汇挺多的哦，蛮多的，真的挺多的。你看一，差不多有两页，两页对三页的词汇了，好多词汇我好多词汇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对，好的。他那个动，我刚刚读的，我觉得跟那个睡觉有点像。Dormir， 哪里呀、啊？这是其中有一个单词，很像控制。哦，对对对，是有，是不是？嗯，但是哎，我觉得怎么是这个意思？你看 ，domain 是啊，哪里 ？domain 像那个 domain 似的，那个 domain 控制。对 ，domain 对 ，domain。哦，那个还是有区别的，这个哦，你说这个啊？对，我当时看这个，我觉得是睡觉，但是看。这个意思是控制，dormir， dominar， 所以要念准 ，dormir， dominar， dormir， yeah， dormir， 对 ，dominar， 现在听出来区别了吧？嗯 ，yeah， 要念准了，你就发现就是区别就是还是挺大的区别，是，好的。我们下一节课的话，我们就先把这些常用词汇，把它复习念一下啊，念一下，然后我们理解一下。其实我们也就是练口语啊，练口语。这些单词的话，我估摸着，哎呦，这个背起来可能有一点比较。有很多很像英文的，还好一点。对，像这个我是经常在说的 ，Repite por favor。对，麻烦你重复一下，对吧？嗯，对吧？这个的话，你看这里的是 es probable que 后面就要用 subjunctive 了，对吧？就是虚拟式了，对吧？对什么也不利，对什么不利的也是的。那 es favorable que 对吧 ？es 这是对什么不利的，对吧 ？lección 我们都学过的 ，de todos modos 啊，这个好像跟英语一样的哦。Model 好像英语也有这个吧，方法 ，method 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吧，那个嗯、哦，不一样的吧 ，OK，OK， 对，那 conducir 这个一直在用的 ，conducir 还有一个是什么？驾驶还有一个单词是吗 ？man 什么 ？manejar 对 ，manejar 是这样写吧 ？manejar 啊是这样写的 ，manejo 我只是会念。Manejo, sí. Manejo. 驾驶 sí, manejar, 好像是应该这样写。Conducir, 对吧 ？Imaginar, 这个都是，这个有一样的 ，eficaz 不是一样的吗？对吧 ？Es 有效的 ，ef, que, 嗯 ，eficaz. Ocurrido 好像也是发生的，好像也是英语一样的。要不法语一样的，有点像，嗯，有点像啊、哦、，occur， 嗯，对，有点像的是吧？嗯 ，OK， 哦，这个的话呢，就是经常用的，就是 no te no te preocupes， 不要担心，这个是用的很多，你不要担心，它是反身的 ，no te preocupes， 对，因为我经常写这个message 给我的那个客人的 ，not a preocupation， 嗯，哎 ，don't worry，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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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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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e， not a preocupation， not a preocupation， yes， 你如果说我担心的话，没 preocupation， 就我担心什么，就前面要加一个那个反身，哎 ，plus 我们好像也学过。
在那做瑜伽的时候是不是说的、啊、对对对 Brasso 写过的 yeah, 这边的 cuidado cuidado 是也学过、嗯、是那个照顾好自己它的动词 cuidado、嗯、cuidado por favor、哦、照顾好自己就爱对你那天才跟我说这句话 cuidado cuidado por favor 就是照顾好你自己对Mm, take care of yourself. Yeah, take care. Yeah, the Daniel, 你看就是 damage 大概损伤。哦，我们十一点钟了已经。好嘞，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好吧 ？Muchas gracias.